欢迎 KT 频道8月22日推出收集图鉴卡片活动，收集完成可以获得新之彩、时装家具还有壁画。怪物会掉落图鉴宝箱，开启后随机获得卡片，使用卡片后解锁图鉴。接着推荐大家快速取得的方式，玩家到收容所匪，到最后领主关卡场景，进门之后快速攻击一次场内四个包子，出发后不要打倒包子，包子会再生贴脸怪。我都站在这个位置慢慢击杀，如果要持久战建议用狙击枪，因为枪械发射次数越多耐久度扣越快。捡东西的时候可以使用双只白斑狗鱼，第二个位置就是退到入口外，累积到一定数量要过去捡完，放太久怕道具消失。接下来很重要的注意事项，只能由人物击杀怪物才会掉东西，像是机枪塔、无人机、异常物，他们击杀怪物后不会掉落物品。最后放上通关时间36分钟的收益。感谢您收看本次影片，如果觉得影片对您有帮助，欢迎在下方按赞开启小铃铛。